快，冲啊！朱队，怎么样？跑了一个，怎么搞的？守在那边人呢？可能前面打的激烈，就过去帮忙了。我追出去的时候，人已经跑了。这一枪是在曼安东火车站丢的那批枪，但是还少了几支。余额立冬，你们连夜把贝尔福特都路突审一下，查明情况。是。我叫王三号，我们队有20人吧。我们队长叫陈晓，我是副队长。我们之前都是保密局的，今天秦队长来说要成立先遣军，所以我们队就改名为先遣军天之队一分队，总队长姓秦。先遣军？对，是辽东先遣军，是新成立的。从台湾来的特派员任先遣军的总司令，原辽东站的站长吴军师任参谋长。对了，秦队长还说，原土匪头子369和国防部二厅都要听从先遣军的指挥。吴军师是谁？秦队长叫什么名字？特派员叫什么名字？我真不知道啊。除了秦队长，我都没见过。我只知道秦队长是从台湾来的。对了，还有，他还带了一伙人，据说这伙人特别厉害，刚来的时候就劫了安东火车站的军列，得到了很多武器。其他的我是真的不知道了。长官，你也知道，干我们这行的，那该问的问，不该问的那绝对不能问啊。国家烧锅的案子是你们做的吧？是。先遣军？对，这个台湾来的特派员现在是先遣军的总司令，原保密局辽东站站长吴军师现在是参谋长，抢军列的姓秦，是台湾来的。其实我觉得没什么，他们就是换了个头衔而已，吓吓人。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我知道这个369，他原来是辽东的一个巨匪，可是剿匪的时候
他已经死了，怎么可能现在又投靠到先遣军去了呢？敌人把隐藏在辽东的保密局、国防部二厅，还有土匪这几大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了统一指挥，都归在了这个特派员手下。这个特派员真不简单，来了以后重新整编了特务队伍，还制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分工协作，组织严密，给我们的调查带来的巨大的困难。秦队长呢？有没有发现？哦，死尸和俘虏里没有秦队长，估计跑的那个应该是秦队长。东子，这是个教训呐。有没有找到东子的照片？底片和照片都在这儿了。这个人别看照片没拍正面，可昨天晚上我想来想去觉得他眼熟，后来我仔细一想，他应该就是咱们铁路局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宣传处。看来咱们内部果然布着敌人的眼线，你们这一仗不仅端掉了特务的老巢，追回了枪支弹药，而且还发现了铁路局内部的特务组织，你们配合得很好。可惜让这个秦队长跑了。通知行动队，铁路局集合。是是。东子，来，你们这是一个任务啊。文远，我们过来调查一些情况。哦，你干嘛去？去食堂吃饭。行，吃去吧，我忙了。好。你好，公安，林毅在吗？他去澡堂了。不好，去吧。是。哎，怎么了？澡堂子。东家，我错了。刚成立的一分队就葬送在我的手里，好不容易抢来的武器几乎丧失殆尽，您惩罚我吧。起来起来。快起来。东家，这么大个人了，怎么说跪就跪啊？当初我们都说好了吗？虽然我是上级，但是我们是朋友，朋友之间就不需要这样了。东家，我秦彪能认识你，是我这辈子修来的福气。每次我遇到危难的时候，都是您出手相救。这辈子，我秦彪的命就是您的。你这句话我很感动，我心领了。我就你和孟林这两个朋友，你们的成败就是我的成败，明白了吗？明白了。东家，这次是我太大意了，每做完一笔买卖立刻转移，这是咱们的原则。可是先遣局刚成立，
我这一高兴，想带兄弟们好好庆祝一下，没想到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知错就好。锦彪啊，我们被共军打到台湾，岛上的大员狂狂不可终日，怨声载道。 市里的美国人也想抛弃我们，本来我们已经是大势已去啊，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朝鲜半岛的战争，使我们看见了一线希望，但这只是一鸣前的黑暗，所以我们要千难万难做好准备。 不能再有一点点的失误和闪失。如果要有闪失，这就意味着我们将来要失败。你听明白了没有？明白。我这就带人再抢批武器回来。从长计议，别再鲁莽了。东家，好消息，三六九找到了。 哦，大哥，情况有点不对呀，这里边好像都是吴运氏的人呢，咱们。 三六九这儿给您行礼啦！坐。哎呀，兄弟啊，四八年一别，你这一猛子就扎没影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台湾来的特派员周先生，也是咱们先遣军的司令。哦。 司令好，我叫李三炮，外号三六九，这儿给您行礼了。我，哈哈，你就是三六九，终于见面了。哎呀，大名鼎鼎啊！我听说你每次行动当中必杀三个、六个或九个人。 嘿嘿，司令，您还知道我呢？那都是弟兄们瞎捧给捧出来的，不当真啊，不当真。司令和吴军师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我开门见山呢，这是。你的性格我比较喜欢，那就好吧。孟林，拿着。 外边的六号柜子，司令特意给你准备的，大黄鱼。哎呦，这怎么话说的？司令，您这太客气了。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好，很好。三六九，你给我听好了，现在形势是一片大好，虽然共军已经参战。 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但是不要紧，我可以准确地告诉你，联合国军已经调整了策略，懂吗？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美军就会打到鸭绿江边。我告诉你。
我奉上峰命令，让我组建辽东先遣军，我为先遣军司令吴军师，担任我的参谋长。说不说？说，说。来，告诉我，来，哪个是独狼？哪个是独狼？哪个是独狼？我说，哥是，我求你放过我的老婆和孩子，跟我谈条件是吧？跟我谈条件是吧？好啊，啊！我要组建天地人三个支队。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我可以让你当地支队的支队长，意下如何呀？支队长？那我那帮弟兄们是不是也要分到别的支队去？这个你放心，你的人还是你的，不止这样，我们还会给你军饷，给你装备。哟，那我这儿提前谢谢司令，谢谢吴军师，啊不，参谋长。出来！说不说？说不说？你放开他，别动！放了他！说不说？独狼在哪儿？你们可不知道，这段日子东躲西藏的，在那地印子里藏了大半年，那都不是人过的日子。既然你们这么相信我三六九，没得说，干，指定干！我现在就招呼我那帮弟兄啊，我们现在就是国军了。我，哈哈，挺自信的。好，三六九，你放心，委任状，还有资金、武器，我会派人送到你的手里。我希望你马上给我组建地支队，你听明白了吗？老师。还有啊，那个柜子里不只是金条，还有咱们的联系方式，注意保密啊。那是定的，这您放心。那司令、参谋长，我就先走了。嗯，嘿。说就是个土匪。哎，不管怎么说，他手里还有三十几号人马呢。是倒是啊，可是武器怎么了呢？秦彪抢回来的冲锋枪只剩下五支了，咱们拿什么装备这伙人？是啊。给台湾发电，我们请求美军空投一部分武器。当然了，最好还是我们自己抓到独狼，只有抓到独狼，才能找到秘密军火库，这才是一劳永逸的唯一办法。可这个独狼真是太难找了。是吗？你放心，会找到的。好，我说，这就对了。说，是哪个？第二个就是。这个就是他。最后一次什么时候见过他？我前几天。还见过独狼，在哪儿？就在沈阳南市附近的菜市场。他和一个挺漂亮的女人在一起买菜，看样子就住在附近。我知道的都说了，我求你放过我吧。好啊，放过你。Thank you.
初三的小子还不是东西，害得我们在方家集转悠了这么久，到处打听一个卖豆腐的叫刘姐的，哪有这个人呢？我们回去问他，他就跟我们装傻，弄得我们没辙了，就去找他的邻居打听打听。有一个邻居说，前段时间有个女人经常来找他。朱三有一次喝醉了，说他有一个相好的，姓王，就在马家店住。我们就到马家店了，结果呢，还真找着这么个人，他姓王，叫王春红，是个寡妇，来这儿没多长时间。你看，对，在那儿，就在那儿住。走，去看看。慢点，哎，到处找一找。老贾，有情况。行啊，东子，你怎么知道他把东西藏在这儿？朱三现在这种处境，他一般朋友是不会信得过的，能信得过的只有他的女人。我服了你了。说这王春红也挺可怜的，嫁给朱三儿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朱三儿是特务，等生了孩子才知道。最后没办法了，只能带着孩子，跟着朱三儿东躲西藏的。最可怜的是孩子。是啊，根据我们调查，这个王春红根本没有参加过特务组织，他是清白的，而且。据我所知，他没有什么职业，也就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你想，不管大人怎么着，这孩子是无辜的。让他们多聊会儿吧。这次见面之后，下一次见面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是啊。这个可以。这个白菜呢？走吧，咱去那边看看吧。我觉得他这菜挺好的呀。前面还有。啊，不好意思啊。
再买点什么呀？我要吃这个。好。这个怎么卖的呀？哎，五千。对不住。干什么呢你？没注意，没注意啊！哎呀，这么宽的路，实在不好意思。走吧。怎么了？深兰，我去见个朋友，你先回家。前面左转。师傅，停一下。来，把这个给我。早点回来啊。哎，慢点行。谢谢你们。如果我要是能出去，我一定报答你们的大恩大德。你不用报答我们，我们是冲着孩子。你说你干的这缺德事儿，你让他们娘俩以后怎么过呀？啊！我不是人，我对不起他们娘俩。行了行了，我已经跟汤和有关部门联系了，把王春红的情况跟他们反映了。他们会及时给王春红安排工作，你就放心吧。恩人呐、啊，我给你们跪下来。哎呀，行了行了，别来这一套。你好好的给我们老实交代，就是报答我们。快说。我知道的真的不多。不过有件事儿，我想可能会对你们有所帮助。说。你们是不是在找那个独狼啊？你知道独狼在哪儿？耍我们呢？同志，你听我说啊，我虽然不知道独狼在哪儿，可是他的特务活动经费都是由我派发的。他是孙正义的秘密内线，
每一次都是孙正义从我这儿把他的经费和薪金领走，然后亲自转交给他们。不过有一次，48年，对，就是辽沈会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孙正义被围在了本溪，他让手下通知我，让我给沈阳一个女人转过一笔钱，说是独狼的经费。你知道那个女人的名字吗？知道，姓何，叫何香兰。地址你还记得吗？具体地址记不得了，不过好像是在沈阳南市一带。沈阳南市，你能确定这个女人叫何香兰？没错，这伪满洲国不是有个红女歌星叫李香兰吗？我当时还打趣来着，我说这怎么又来一香兰？保准没错，这还差不多。这就是独狼吗？没错，是他，跟以前比啊，变化很大，但是还是能认出来的。看得出来，这家伙是心狠手辣呀。这次多亏是老秦，换一个人肯定躲不过他的偷袭。怎么还疼啊？用了您的药好多了。说句心里话，如果再深一点点，就算我有灵丹妙药，你也没命了。不过独狼确实是身手不凡呢，你给我记住了，以后遇见他要多加小心。这次他是偷袭袭击了我，下回我就让他知道我的厉害。这次老秦虽然是受了伤，但是行动还是取得了成功。至少我们现在知道了独狼的长相，我们还知道独狼和一个女人住在离南市菜市场不远的地方。这次局里情报还比较及时，看来是下了功夫啊。哼哼，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能从旧档案当中找到独狼以前副官的情报，我们收获不小。锦彪，功不可没呀！您过奖了，只可惜让他给跑了。跑了？往哪儿跑啊？你们俩过来。家到处逃窜，一旦有了相好，他一定就会有一个窝。那个女人长得什么样子？中等个儿，长得倒是挺漂亮，打扮呢也很时髦。如果我再见到她，肯定能认得出来。好，英雄难过美人关呐。哎，对了，孟林，你派几个善于跟踪隐蔽的人给秦彪，秦彪那里爆破可以，隐蔽跟踪那就不行了。秦彪，看好了，这个女人肯定会出现在菜市场，你们一定要锁住目标，锁住目标就等于找到了她的住址，找到她的住址就等于找到了独狼。这样，我把孟铎派给你，他是以前孙正义的手下，算得上是内调局辽东情报站的骨干力量。你们两个搭档，一勇一谋，对付独狼，应该是绰绰有余了。这院够大的，得有两进院吧？这女人真够奇怪的，
一个人住这么大一院，不害怕吗？进去看看吧。你好。你好。你好。对，我是何香兰。请问二位找我有什么事吗？我们想打听一个人。什么人？独狼，你认识吗？我不认识，也没听说过。哈，你这个房子挺不错，花不少钱买吧？我这个房子啊，是1948年买的。当时沈阳被围，房子的主人急着出手，所以我就用很低的价钱把它买下来了。嗯，那你应该是一个做生意的行家呀。你是哪里人？这买房子的钱哪儿来的？我是本溪人，父母以前都是做生意的，后来他们去世了，给我留了一笔钱。不对吧？我听说你这买房子钱是从汤河回过来的。对，我是收到过一笔从汤河回来的钱。不过那是我以前的相好的给我汇的。你的相好，那他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呀？他的大名我不是很清楚。嗯，他让我管他叫三哥，至于在哪工作他没说，我也就没好多问。不过好像是做生意的。他现在人在哪儿？我不知道，他好久没来了。我三哥他是不是出事了？哦，那倒没有。没什么事儿，我们呢也就是例行公事调查一下，也许我们是搞错了。谢谢，我们先走了。谢谢了啊。干嘛不让我接着问呢？我这还没问完呢，这不白来了吗？没白来啊，咱们的答案已经有了。你什么意思？他刚才不是说了吗，这房子是48年买的。你想48年正是辽沈战役的时候，而且沈阳啊是战役的中心点，一个女人再有钱能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地方买房子吗？这点就很奇怪。还有他刚才说这钱是他相好的打给他的，我看他也算是念过几年书，我觉得他不可能连自己相好的名字都不知道，所以何香兰很可疑。我当然知道他可疑了，正因为可疑我得接着问呢。咱现在没证据证明他是特务，他死活不说怎么都问不出来。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守株待兔。来，卖房事了，大花生新出锅的啊，香喷喷的。怎么卖啊？来，刚出锅的，先尝尝。怎么样？秦哥，你也看看，这附近连个香肉的主人都没有。这个怎么卖的？哎，秦哥，这个多少钱啊？你看，这俩是不是那个女人？没错，是他。我跟上，你去通知东家。开好店门啊！好嘞。
所长，这里作为监视点非常的好，监视工作可不能马虎，业力尤为重要。记着，小孙，你的工作很重要啊，既不能打扰到何向来，又要对他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的监控，特别要注意他有没有跟什么人接触过。是，明白。我跟韩立东有外出工作，这里就全权交给你们了。那行吧，有我们呢，放心吧。我跟韩立东有外出工作，这里就全权交给你们了。那行吧，有我们呢，放心吧。师父，哎，走，前面那个路口右转。到了，谢谢啊。不客气。
谢谢啊，慢走啊。哎，来，您看看这个怎么卖的？这个2000。谢谢啊。不客气。梨的，我看看您的梨。对不住，我要收摊了。我就买几个，不耽误您时间。那你快点啊！你这梨怎么全是伤啊？这梨怎么这么多伤？你买不买不买，我收摊了。师傅，
梅组长，不好了，何香兰不见了！ 你是何香兰吧？对，我是何香兰。我是沈阳市南街派出所的孙永杰，独狼是特务，经过我们走廊。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人。走吧。不认识你们，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呀？快走！你们一定是搞错了，你们放开我！你们带我去哪儿呀？走。 香兰，你还是什么都不想说吗？你要是不说的话，我替你说吧。你是不是去见人了？ 是去见人，难道是回家？嗯。但是你为什么没有买票呢？据我所知，你老家只剩下舅舅舅妈，而且你们常年不联系，这等于不是你的家了。你怎么知道我还有舅舅？回答我们的问题，去火车站干什么？我一个人平时在家太闷了。 昨天晚上睡不着，我想出去。你是不是去见独狼了？是不是？没有，
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独狼，我见的是风。见谁？是三哥吗？你们就别问了，我真的不知道。你说你当时睡着了，对吗？这几天一直都没怎么休息，实在是太困了，就有点迷糊。刚迷糊着，突然就听见一声响，好像是石头子打在了窗户上。石头子儿，谁扔的？不知道，我出去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可我就听见一声响。这个是从哪儿砸过来的呢？我觉得是从那个方向砸过来的。对，没错，就是那儿。就是这儿了，这也太不隐蔽了，没处躲没处藏的，这么明目张胆啊！你说到底是谁呢？故意在提醒我们。虽然不知道是谁，出于什么目的，但是无形中帮到我们。你想想看，这贺香兰要真被独狼给带走了，独狼的线索可就断了。那也就是说，有人在监视何香兰。你们看看，这黑子就是何香兰的院子，这白子就是何香兰，这就是诱饵。公安，这是老刘，这是我们。其实大家都在等这只独狼自己跳进这个陷阱。情况复杂，没想到公安跟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东家，那咱们怎么办？等啊。等？对呀。公安都撒下了大网在等，等独狼上钩，我们为什么不等呢？这不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吗？我们就是要等，等着这几方闹得是精疲力尽之时，我们果断出击，一击中地。听明白了吗？明白，明白。喂，什么？独狼？
田所长突然接到电话，打电话的人自称是独狼，他说他知道何香兰受到了监视，他要求我们明天中午12点把何香兰带到辽宁大饭店的大厅，然后放了他。作为回报，他会告诉我们秘密军火库的地址。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独狼，要不然他不会知道秘密军火库的事情。好，来而无往非礼也，既然来了咱们就好好招待。丁军，你负责外围的抓捕和警戒，你们两个跟何香兰比较熟悉，化妆进入饭店之后负责内部的安全和抓捕，但是一定要保证何香兰的安全。是是，郑署长，还有个事情要跟你说一下，这个饭店呢是咱们东北最好的饭店，也是咱们东北行政委员会的交际处，最近的一批苏联专家和正在召开贸易洽谈会的各国客商呢也都住在这个饭店，如果我们要在那里动手的话要特别注意一点，伤了住店的客人可就麻烦了。你看这样行不行？一楼大厅呢交给玉娥和李东，那边交给我。没问题。好的，分头行动吧。是。刘组长，跟我走吧。去哪儿？你这行动不行，能进辽宁大饭店的人可不是一般的人。走吧。走啊。我这行头不是挺好的吗？不借，那貂可是我娘留给我的。哎呀，大妮儿，你哥我也是为了执行任务嘛，我们两个得扮成归国华侨，你说他平时那些义务哪像归国华侨啊？去，还归国华侨，他就穿上我那貂也是个土客了。哎，东子哥，你要不带我一块去呗，咱俩郎才女貌往那儿一站，那才般配。开什么玩笑呀，你哥是去执行任务抓坏人，现场很危险的，弄不好要打枪的。这么危险啊？可不是吗？东子哥，那你可千万要小心呀。哎呀，咋一听说你要执行任务我这心里就突突跳啊。东子哥，你可千万别受伤呀。行了，你就放100个心吧，老妹儿，有刘宇恩那个神枪手做你哥的保镖，你觉得我能有事儿吗？但是他要是没这身貂，他可就去不了了。那好吧，可是东子哥，我跟你先说好了，这貂是我借给你的，可不是借给他的。哟，东子来了。胡婶，你可有些日子没来了。啊，是胡婶。嗯，您还是没变，还是那么精神。就是你小嘴会说。找大妮儿来了吧？她还没下班，还没回来呢。不，回来了。跟我的同事正在屋里呢。啊，胡婶。嗯，我看一楼那房间还空着，怎么还没租出去啊？这不打仗的吗？也不好租。再说了，我也挑拣，带孩子的我不租。单身男人我也不租，这样啊落个清静。是，我知道您喜欢清静。对对。哟，刘组长，您这整个一个富贵太太完全认不出了。大妮妹子，谢谢你了啊。行了，走吧。啊，走。哎，东子哥，要是枪真响了，你可千万别像个傻狍子一样就站在那儿不动。哎呀，知道了，我又不是第一天当公安。你可千万别受伤。哎，妮子，我怎么刚才看着那女的穿那貂，是你妈留给你的？是啊，我借给她的。东子哥说他们要去执行任务，借她的。啊，我跟你说啊，貂可以借，人可不能借啊。吴婶，您说啥呢？东子哥都说了，那女的就是他领导，还是他……哎呀，嗨，我跟您说不清楚。哎，妮儿啊，东家，东家，
您看看这则结婚启事。思成，孙正义先生介绍，冯家独子新郎冯家栋，新娘何香兰。何香兰，新郎独子冯家栋，独郎，什么意思？按照规定，这是咱们保密局寻求紧急联系的方式。他怎么知道咱们的联系方式呢？不知道，您再接着看。周日上午12时，在辽宁大饭店举行婚礼，望各位朋友参加光临。我怀疑这是独狼想和咱们接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们要不要去？要去，当然要去。我倒要看看这个独狼到底跟我耍什么花招。这是知道了，何香兰已经来了，大家各就各位。同志，咱们的人已经就位了。您怎么了？没什么，我只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如果把沈阳城比作一只老虎，那这里一定是老虎的嘴。有那么多地方可以选择，独狼为什么选择在这里虎口拔牙？这里一定有文章。小姐，您的咖啡。您放心，我们会保护你的。谢谢你。憋着家伙事呢。
带走，走。所有人不要慌，我们是公安，大家听我指挥，不要去门口，快进咖啡厅，快。去咖啡厅，没事吧，小狼？走，没事，走走。快，走走走走走走，快！我就是公安，赶紧把香兰给我送出来。你是独狼？我告诉你，饭店周围已经布满了炸弹。独狼，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我们可是说好的，我们把何香兰交给你，你告诉我们秘密军火库的地址。怎么，你反悔了吗？我反悔了？看看你们在饭店外埋伏了多少人。实话告诉你们，我早就料到你们会耍花招。所以我早就在饭店里买好了定时炸弹，就放你们这一手。大门底下就有一个，一个小时之内，如果把香兰给我送出去，定时炸弹就会爆炸。围着窗外全都是地雷。独狼，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这里都是无辜的老百姓，你不能。别废话，一点钟定时炸弹就会爆炸，等死吧你们。喂，怎么了？独狼说，这里面有炸弹。怎么回事啊？张经理，我问一下，你们这儿除了正门还有别的后门吗？前几天装修后门封起来了。你再想想。地下室，地下室有一铁门能通出去。糟了，地下室，快带路。哎，怎么了？什么事吧？没事没事，脚崴了，老毛病。没事没事，快走快走，你慢点。这样。炸得很严重啊。走，先去疏导群众。走，快。好。朱队长，独狼在饭店里面安装了定时炸弹，饭店外面也有地雷，而且他现在正拿着枪对着饭店的大门口。你让同志们不要往里冲了，不要引起不必要的伤亡。好，我马上建立警戒圈，寻找独狼。什么？独狼身边有电话？好，我明白了，你们一定要找到定时炸弹。东家，咱们的人都出来了，只有两个埋伏在饭店里的没出来。孟林，开车走。好。经理，麻烦您安抚一下咖啡厅里所有的客人，让他们不要慌乱，尤其关照一下何香兰，她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证人。好，我顺便去找几个公众墓的人，看看他们呢能不能有地方破拆。哎呀，太好了，那麻烦您了。行，我先过去啊。走吧。走。找炸弹。慢点。快，警戒。是是是。朱队长，查清楚了，经过接线员的证实，
刚才打的饭店的电话是从那座房子拨出来的。走。朱队长，就是这儿。走。炸弹！快跑！应该在里面。没错。小翠，过来。都站在原地别动。先给我，我先查，定是炸弹。我踩的是自发式地雷，只要我脚不动，不会爆炸的。你们先上去，疏散群众。快，走，你也快走。不，我留下来陪着你。你留在这儿会影响我工作的，快走。好，我马上就回来。经理啊，咱这光砸墙没用啊，外边不还是有地雷吗？这样，刘二啊，你跟大家伙在这儿等着，我出去看看。你把这表给我媳妇儿，我要是没回来，你给她留一念想。给，哎，不是经理，等等，经理啊。
我们按照刚才我走的路线，赶紧带着大伙先撤出去，快！好，大家伙，赶紧走，快！走，快！快！当心！当心！好。来来来来来！哎，我这。 真的会炸的！人群已经疏散的差不多了，你别放心，别管我，继续拆。 站着别动，振叔，你小子命可够大的呀，没事吧？没事儿。刘宇文怎么样？还在昏迷呢。医生说脚伤了，疲劳过度，虚脱了。 现场勘查了吗？朱定军还在查。
但是有几点已经清楚，辽宁大饭店里的定时炸弹是假的，定时器后面连接的是烟雾弹，而且在外面也没有埋地雷。这个独狼，我感觉他是精心给我们设计了一个圈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对呀，我也纳闷呢。当时独狼朝着我们射击，但是没有一个人受伤，难道他是想声东击西？是啊，根据我们对独狼的了解，他对何香兰是有感情，可是为什么这次他要拿何香兰当诱饵，还把他置于这么危险的地位？除非独狼都已经说了外面有地雷，你干嘛还要往外闯？当时我想，总得有人出去趟这地雷呀，要不然全死在里面。振叔，可是我出去一看，这水泥地上埋地雷，这唱哪一出啊？最关键的是，刘玉娥脚底下的地雷居然没有引线。你说他到底要干什么呢？就是为了吓唬我们吗？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有什么人或者东西比何香兰还要重要。赶紧好起来，这个案还等我们破呢。啊，是。金姨说，做了好吃的等你回家呢。好，还是金姨对我好。我对你就不好啊？有点良心好不好？你对我也好啊，但是你老凶我。我不凶你，我不凶你能长这么大？好好休息，我先走了。知道了，慢走。东家，东家，我查清楚了，饭店里根本就没什么炸弹。哦，咱们听到的爆炸声是饭店门头被炸掉的声音。那共产党没有伤亡吗？听说只有几个轻伤的。这就奇了怪了，设这么大个圈套，连老婆都搭进来了。
却没死一个公安，这就说明他的目的不是杀人呢。那他想干什么？难道就是为了给咱们展示他的实力？可是展示完了之后，怎么又没影了呢？先不管他，登告示，让独狼知道我要见他。要是这样做，恐怕老刘就知道了。就是要让他知道，给台湾发电，让老刘尽快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要和老刘一起对付独狼。还有，你派人在何香兰家密切监视，我就不相信独狼会撇下何香兰不管。锦彪，后面的事情按照原计划实施。老刘不是向咱们展示他的实力吗？独狼也亮出他的獠牙，现在该我们亮相了。记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明白。于二以下，继续监视何香兰。是。别走！别走！你别走！香兰，香兰，怎么了？妹子，做噩梦了是吗？好好，我知道，我知道啊，想哭就哭一下。不想那么多了，好不好？你想想，想那么多又能怎么样呢？你先知道了，知道，哭多了这不还伤身的吗？早点休息，好不好？咱不想那么多了。要死一起死！你怎么起来了？你现在是病人，你得多休息。我给你弄了点小米粥，来，尝尝。你放那儿行，我自己能吃。你是病人，我得照顾你。你先放下吧，我一会儿再吃。哎呦，你跟我就别逞能了。放下。是。那我先走了。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安排我们监视何香兰来着，但是前天我们队长突然过来了，说这个何香兰要跟独狼在饭店见面，让我们跟着过去，谁要是敢跟何香兰接触，就把他给抓了，要是有人敢反抗，就让我们直接开枪，
我们本来说把人带到门口就行，外面有我们的人接应。你们是几个人来的？啊，这饭店里面只有我和大徐两个人。这外面有多少人，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们队长也过来了。你们队长叫什么？我不知道。我们是先遣军天支队一分队的，我们都管他叫一分队长。他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们也不知道。哦，对了，我们还有个秦大队长，他也来了。你们住哪儿总知道吧？我们以前住本溪，做点小买卖。这次过来是安排我们执行任务。本以为几天就回去了，然后谁知道派来监视何香兰。啊，没想到被你们给抓了。我们平时就住在何香兰家边上的张记客栈。行了，别说了，带走吧。是。啊。来，走。啊啊！哎呀！李东，你怎么不审了？特派员能把他们两个放到大饭店里面，就说明他俩已经是一个弃子，不可能知道什么有价值的情报。韩同志，你来了。你这是？我过来看一看。啊。何香兰现在怎么样了？啊，医生呢已经过来检查过了，身体倒是没什么大碍，就是她怀孕了。怀孕了？嗯。哎，你说这香兰呀也是苦命，一个女人怀着孩子还遭这么大的罪。他有没有说什么？有没有提到过杜郎？没有。但是他总说他怎么能这么对我？这个他呀，肯定就是说杜郎了。这香兰也真是的。你说，这杜郎一个狗特务，能对他是真心的吗？你有时间，还是多安慰安慰他。嗯嗯。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发现院子里有什么变化？比如说少了什么东西？没有。昨天我回来的时候啊，是我开的门，这门锁的是好好的呢。我也问过香兰了，她说什么也没有少。这就奇怪了，你还是要保护好她，因为我想这些特务不会善罢甘休的。放心吧，我现在和她睡一屋，我睡觉都握着枪呢。好。再说田所长啊，已经把院子带人都包围了，我看谁敢来。行，那我四处再看一看。啊，好。你们看，这是辽宁大饭店的平面图，这是何香兰的位置，这两处是特务的位置，这是我们的人，这外面是接应的特务。你说这是你的位置。嗯。你们再看看何香兰家的平面图，这两张图有什么区别？要我看，没有区别，只是地点变了一下而已。那这样一变的话，那主动权就到独狼手里了。所以啊，独狼把我们都吸引到辽宁大饭店，而何香兰的家却空了。你的意思是说，
独狼想趁机潜入何香兰家，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啊！而且啊，我在何香兰家的院墙边上发现了两处新的脚印。两处？对，这就奇怪了。这独狼有钥匙，他干嘛翻墙啊？我在想，独狼把我们都搅进这滩浑水，他到底想干什么？纪灵还需纪灵人呐，何香兰是关键，她现在已经怀孕了，独狼居然还拿她当诱饵，受刺激最大的就是她。刘宇娥是女同志，让她去看看何香兰，务必从何香兰那儿了解到独狼的情况。是，林娟，哎，咱们先回安东。香兰。你的心我明白，你想保护他，可是他这样对你，你觉得他爱你吗？我不知道，可是以前的他为了我，他可是可以连命都不保的。可这次你也看到了，他在饭店里里外外埋了那么多炸弹。他要是真爱你，他怎么会这么做？医生告诉我，说你怀孕了，是他的孩子吗？我父母都是做生意的，我家里条件以前还不错。1947年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去沈阳谈生意，回来的时候路上赶上打仗，折返了，他们都没了。也没骂他就勾结了保安队，他说我欠了他们家的钱，但是把我从家里赶了出来，然后我一气之下我就跳了河。我跳河的时候正好被三哥看见了，他就救了我。后来他就把我带到了沈阳，给我租了房子，我看他对我还不错，我就跟了他。对，他叫冯家栋，他就是我的三哥。他不是你们要找的独狼，不是的。我跟我的三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无忧无虑的小日子。直到半年以前，我舅舅突然来找我，还给了我一大笔钱，然后还恳求我说让我千万不要报复他。是，我是很恨我的舅舅，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杀死他们一家人。我本能的觉得这是三哥干的，可是我问他的时候他又不承认，他说这是我舅舅他们家应得的报应。再后来，我就用舅舅给的钱买了这所宅子。三哥有的时候会回来住几天，他也会带钱回来。碰上打仗他回不来的时候，怕我没钱用，还会让别人给我汇钱。这个冯家栋他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我之前问过他，他不肯告诉我。我曾经追问过他，然后我还为这事儿跟他闹过。我一直以为他在外面还有一个家，可是他每次信誓旦旦的都告诉我，说他只有我一个女人，他只有我一个女人。我觉得他对我是真心的，然后我就再也没有追问。后来呢，我在他的行李里面发现了一套铁路上的制服，我问他是不是在铁路上工作，他说是，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让我告诉别人。冯家栋一般什么时候来？说不准，一般都是晚上来。你最后一次见他什么时候？前几天吧，我们逛街的时候他被一个老朋友叫走了。后来回家没待多长时间，就又出门了。前两天不知道我们俩在哪儿又遇上了，然后他偷偷的在我的口袋里塞了这个。没事，你看这个纸条。不是，条先不管。你脚，我跟你说，你这脚啊，别动，脚不能放下来，你得一直抬着，要不然它会肿的。你看纸条。哎呀，好了，我跟你说，脚很重要，你这脚一定要注意保养。好歹看一眼。啊，看了，我知道，这是这儿吗？行，没事，我放一会儿就好。这儿。别，这儿。何香，你怎么了？你是哪儿不舒服吗？啊？我真羡慕你，有这样一个知冷知热的男人。你说他为什么？谁为什么呀？还能谁呀？何香兰，就仅凭一个字条就跟人家走了，你说为什么？要我说啊，为情。这女人呐，一谈恋爱，脑子就犯傻。哎，老刘，我以前看过一本医书，这个医书上说啊，人的身体里啊，会分泌一种叫荷尔蒙的东西，这个东西很奇怪，老厉害了。不管你是在长身体、长肌肉、谈恋爱，都是靠它说了算。只要你一高兴、一快乐、一谈恋爱，这东西啊就在你的身体里从上到下来回乱窜。说着，
又说歪了。说正事儿。我不是说歪了，我说的可是科学，正事儿啊。这就是正事儿，看出什么猫腻没有？爸爸姓坚。有什么不同吗？铁路系统专用信笺。对喽。哎呀，香兰说过，他在独狼的包里发现过铁路制服，现在又有这个，说明很有可能这独狼隐藏在咱们铁路内部。据我所知啊，这个信笺在铁路系统里有很多种，每一个系统用的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拿回去查一下，肯定会有收获。我没跟你瞎白话吧？哎，我跟你说啊，这个荷尔蒙啊，冯家栋，对，冯家栋应该就是独狼的化名。根据何香兰的反应，还有这个铁路专用的信纸，我们认为独狼很有可能隐藏在铁路系统内部。处长，我根据何香兰的描述画了一张独狼的画像。董哥，你再复制几张，这件事交给丁军去处理。好。刘洋，嗯，你的脚怎么样了？没事，好了。怎么没事？还肿着呢。要好好注意休息啊！我爱人都已经批评我了，说我对你不关心，我向你检讨。过几天去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你做几个拿手菜。是。陈叔，我好久没尝到金姨的手艺了，我能去吗？你啊，那就看你的表现了呗。啊，好。哎呀，这炉火太旺了。看着我干嘛？谁说的呀？韩立东好好的，没事儿，一点事儿都没有。是刘玉娥受伤了。东子哥真没事儿，真的没事儿。韩立东好好的。哎呀，吓死我了！我是听拉车的许师傅跟我说，沈阳发生了大爆炸，东子哥差点被炸死。他现在人在哪儿呢？刘玉娥受伤了，韩立东刚刚把他背回来，现在在刘玉娥的宿舍。东子哥。啊，大妮儿，东子哥出去了。啊，不好意思啊，我还以为我哥在呢。没事儿，你在这儿等。我的貂是怎么回事？大妮儿，对不住，不过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赔给你啊。赔？你赔得起吗？这是我娘留给我的，我自己都舍不得穿。
实在是对不住。范妮儿，怎么了？刀子哥，你看。哎呀，你别哭嘛，你哥回头再给你买一件不就完了吗？那能一样吗？你懂啥呀？这是俺准备过门子的时候穿的呀，毁了。你先别激动，你别哭，丹妮儿，我跟你说啊，这件貂啊可是立了大功了。妮儿，我跟你玉娥姐去执行任务，那现场那一个惊险呀！特务对我们又是枪打又是炮轰，还有地雷、定时炸弹全上了，那现场一片火海啊，车都掀到房顶上去了。你玉娥姐就是穿了这身貂，枪打不进，炮轰不坏。就是穿了这身貂，不光救了我，还救了现场几百号人。妮儿，这可不是一件普通的貂啊，这是一件宝衣呀！啥宝衣呀？你净瞎白话！他要是宝衣，他还能成现在这样啊？哎，你别看他现在这样，我向你保证，十天之内，我让他回到以前的样子。东子哥，你又骗我！我发誓，我要是骗你，刀砍斧剁。火车呀！哎，别！行了，你别说了，我相信你还不成。啊，对了，老徐说你受伤了，你赶紧坐下，让我检查一下。哎呀，我没事儿，你看我啥伤都没有。真没有？没事儿。你可吓死我了。哎，妮儿，哥给你安排个任务，一个艰巨的任务，把这骨头拿回家炖一锅浓浓的骨头汤，哥得好好补补。东子哥，你放心吧，我这就去。我没事儿，你看我啥伤都没有。真没有？没事儿。你可吓死我了。哎，妮儿，哥给你安排个任务，一个艰巨的任务，把这骨头拿回家炖一锅浓浓的骨头汤，哥得好好补补。东子哥，你放心吧，我这就去。赶紧回去吧。慢点啊。哎。你可真能白活。还指使人家孩子干活儿。不过你放心，那钱我会还给你的。哎呀，这你就甭操心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是件宝衣，不出十天，我让它跟以前一模一样。你行了，你哄哄人家孩子就算了，那怎么可能？那衣服烂成什么样了？我没骗你啊。哎，我跟你说，我认识一个裁缝，姓王。这老爷子住在火车站旁边，他有一个独门绝技，就是不管你多破的衣服到他那儿，他都能恢复原样。真的假的？人家可是在北京皇宫里学的手艺。你可真行，啥人都认识。哎，行了，我现在就去找王老爷子去，顺便盯一下骨头汤，好好歇着。
来了。哎，玉娥，金姐，哎，您怎么来了？还没吃早饭吧？哎，我这早上做的大酱汤。您这是趁热吃。太谢谢您了，想得太周到了。说什么呢？你脚伤怎么样啊？啊，没事，好了的都。我看不行，你还得好好休息。没事，老伤都是。来，哇，尝尝。来，您坐，您坐。来，尝尝味道怎么样？金姐，你快坐吧。哎呦，肯定好吃。嗯。好吃，还习惯吗？嗯，爱吃就好。以后啊，我可以常做给你吃啊。谢谢您了，玉娥。我觉得你一个人住在这里，没人照顾。我跟老郑商量了，想让你去我们派出所宿舍去住，那里的条件比这儿好，而且大家有个照应。不用了，我在这儿住挺好的，不搬了。这里太偏了，我那里离火车站近，去哪儿都方便。再说了，那里的女同志多，没事的时候可以让他们带你到安东逛逛。你来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安东还没逛过吧？大姐，您的心意我心领了。说心里话，我到安东来是工作的，住在这儿呢，有什么行动也比较方便，所以谢谢你，我就不搬了啊。你呀是真硬。好，我不劝你了，快吃。哎呦，这么大一盒呀，我得拌着吃。哎，立冬，大早上的你怎么跑过来了？早上做了大酱汤，想着玉娥她一个人住在这儿，我就给她送来些。呵，您做的大酱汤我可好久没吃到了，我一想我就流哈喇子。什么时候想吃就回家呀，这还不简单？啊，是。你怎么没精打采的呀？是不是昨晚没睡好？啊，行了，我知道，你们这些人都一样，干起工作来没白没夜的。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嗯。哎，交给你个任务呗。什么任务？帮我去劝劝玉娥搬到我们派出所去住。这好啊，那边热热闹闹的。可是处长同意吗？就是他让我来的，可是玉娥她不同意搬。为什么呀？他说他是来工作的，其实我知道他是一门心思想给王守成报仇。可是你说这一直沉浸在痛苦里也不行啊，你去帮我劝劝他啊。可我怎么劝，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话。瞧你笨的，平时嘴巴巴的，你就说这人死不能复生，这王守成同志已经不在了，但是你必须要好好活着，要活得有滋有味儿，这样才能对得起关心爱护你的人，是不是啊？所以，必须从痛苦里走出来。嗯，好。记住了。记住了。那就赶紧的啊，帮我去劝劝他。哎，不是，现在就去。去吧，快去。嗯。我觉得你去金义那儿住挺好的，那边环境比这儿好，人也多，还能照顾你。你说是吧？哎，你没觉得这个院子里有一股臭味吗？没有。那这院子里住的都是大老爷们，一进院子一股臭脚丫子味。你说的那么严重？哎呀，这多好呀，我住这儿挺好的。哎，不是，这最重要的是马上到夏天了，这帮大老爷们可都是光着膀子在你面前晃来晃去，你不觉得别扭吗？哎呀，在战场上，啥环境没经过呀？
对于我来说，这儿就够好的了。你还有事儿？我再跟你说一句，说话不叫多。我是觉得，我觉得人死不能复生，你必须得好好的活着，而且要活得有滋有味儿，这样才对得起关心你的人嘛。所以你必须迈出一步去，得像个女人一样活着。不对，是活得像一个女人。你到底想说啥？我想让你去金姨那儿住。韩立冬，我住在哪儿不用你操心，更何况住在哪儿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说心里话，自打参加抗联之后，我就没睡过昆仑觉，每天晚上都是抱着枪睡觉的。那个时候，甭管是住草窠子，还是住山洞，只有抱着枪才能睡着。你再看看现在这环境，已经很好了，我很知足。抱着枪睡觉？嗯。Thank you.
根据初步勘查，鸭绿江双桥上桥已经被炸断，大桥的钢梁桥基已经有所毁损，要修复得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大桥下游朝鲜一侧已经被彻底摧毁，桥墩只剩下了四个，要修复起来非常困难，具体时间也无法估算。今天各单位的领导都在，情况大家也很清楚了，大桥被炸断了，这是通往朝鲜前线运输的唯一的一个大动脉断了。虽然现在到了冬季，可是鸭绿江还没有结冰，根据往年的经验，即使是结冰，冰层也不会很厚啊，我们的重型武器根本无法通过。可是前线一刻也不能等了，战士们每分钟都在流血，我们的运输不能断。张局长，有什么需要公安部门配合的，我们全力以赴。对，全力以赴。我倒是放心了。是，这个战争开始之前，我们铁路局的刘工程师就提出啊，鸭绿江大桥是安东通往朝鲜战场唯一一条铁路通道，如果被炸毁，后果不敢设想啊。因此，他提出了一个备用方案。备用方案？刘工最近身体一直不太好，在家里休息，我已经派人请他过来了，估计一会儿就快到了。具体方案，等刘工来了之后，具体跟大家统一介绍。但是我们总的一个原则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选取了一个地点，以备在鸭绿江大桥被破坏的时候修建便桥，临时替代大桥的功能作用。张局长，刘工被杀了。什么？刘工被杀了？你咋了？刘工被杀了？杀了？命中心脏，这里，多派几张。中枪的位置，肯定是这个方向无疑了，而且是从高处射击的。那边过来挺远的，少说几百米，能打中心脏？一般人当然不行了，可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不在话下。你能打中吗？如果不受风速的影响，应该没问题。这三个人三枪，枪枪命中要害。一定是专业狙击手干的。你的意思是，这个枪手的枪法跟你一样准？咱们去那边看看。哎，注意脚。
应该是这儿吧。是这儿吧。没错，这应该就是杀手开枪的位置。你看，这个脚印，1.81米，中等身材。你看，前脚掌浅，后脚跟深，说明这个人站的时候身体非常直，挺胸收腹。说明啥？说明是职业军人。只有长期受站姿训练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站立习惯。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个人是个受过严格训练的狙击手。你看那儿，本来是跌落弹壳的地方，临走之前把弹壳都捡走了。我们在狙击训练的时候，教练就教给我们，在完成任务之后必须捡走弹壳，以免让敌人发现我们的位置还有装备。看来咱们遇到了一个职业杀手。毋庸置疑，走，赶紧去汇报。根据刘工家人反映，刘工上班的时候是拿着公文包的，可是案发现场并没有发现。这么说，他们是冲着公文包去的？难道除了暗杀的杀手外，在小楼附近，他们还安排了抢夺公文包的人？我们在进行暗杀训练的时候，一般都会分为两组，第一组远距离狙击，第二组近距离埋伏。这个案子很明显有两组特务，第一组在高处狙击点，第二组埋伏在案发现场，完成终极目标公文包。没错，这个杀手开枪的位置到刘工中枪的位置大概有400米，这400米无法直接到达，必须绕圈子才能到。也就是说，这个杀手设计的狙击点非常的刁钻，给自己的撤退留下了充分的时间。林军，对这整个区域进行排查，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是。哦，对了，处长，技术室对弹头的检测出来了。是7.92×57毫米的步枪子弹，很有可能是中正式步枪发射的。400米开外精确射击，说明这个人是个高手。东子，有没有可能是独狼？不可能。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这应该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杀手。而且根据这个杀手的身高、体重、步态来分析，他跟我们之前掌握的独狼完全不一样。那到底是谁呀？难道是特派员？哼，咱们跟特派员打的交道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这次的行动跟特派员的先遣军行动截然不同。特派员的先遣军根本就没有狙击步枪，而且他们多像是军队的侦察班在行动，很少单枪匹马作战。而这次暗杀极有可能就是两三个人就完成了一招制敌的行动。处长，处长，张局长来了。好，知道了，咱们分头行动吧。是。是。越国，越国。这个应急方案是刘工他们几个人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制定的。假设扁鹊的地址更是经过千挑万选，最终才确认。蓝站长，你先坐。现在这个方案被特务窃走了，假设扁鹊的秘密那就暴露了。我们现在要重新选择一个假设扁鹊的地址，那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张局长，还有谁知道刘工手上有一套备用方案了？除了刘工手下几个工程师，再就是我们铁路局办公室的几个人，他们就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绝对不会有问题。可是大桥刚刚被炸，我们刚要启动备用应急方案，敌人就明目张胆地跳出来，杀害了方案的设计人，抢夺方案。这说明上次不是已经把特务都清除了吗？怎么还会有特务隐藏在我们内部？特务无处不在啊！涉案铁路的重要性，敌我双方都心知肚明。台湾派来的特派员组织宪权军，目的就是要针对涉案铁路。战争打的是后勤，美国飞机不停的轰炸，就是要切断我们的后勤补给线。老郑，我明白，你派人查吧，我保证全力配合。好。明天一早，所有人都会知道。大桥全部被炸毁了。我跟老吴化妆成渔民，打算划船过去看看，可是还没到大桥就被拦住了。不过还是看清了，两座桥全被炸毁了，估计修复起来很困难。你们知道今天早晨在一座小洋楼里发生了一起命案？命案？是啊，死的是一个铁路局姓刘的工程师，而且他随身带的公文包丢了，公文包里头装的是修建鸭绿江便桥便线的应急方案。共产党还有应急方案？是谁下手这么快啊？美国人刚炸老桥，这边就抢了应急方案，配合默契啊！不仅如此，安东整个酒楼茶馆都在谈论这件事情。今天早晨我到顺天庄饭店吃饭的时候，听见一个伙计在谈论这件事情。你们想想看，一个伙计都知道共产党要修便桥便线的地点，这说明什么？说明什么？这是有人要告诉共产党，原来的秘密修桥，现在变成了公开修桥了。这一下，共产党修建便桥便线的计划就失去意义了。高啊，这招真高啊！这就像围棋中的重要棋子，彻底断了共军修桥的念想。可是是谁呢？是谁干的这些事情呢？能和美国飞机轰炸配合得如此默契，难道是老刘？我觉得在安东只有他才能有这实力。看来让老刘屈服于我，他是不甘心呢。他这是向台湾表明他的实力。东家，那咱们怎么办？装傻，装傻，那是我们的强项啊！继续催着台湾，让老刘快速向我们报道。现在的形势对我们是越来越有利，所以我们要加快实施惊雷计划。东家，这惊雷计划的详情您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点？计划我准备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攻七心，第二步断七骨，第三步掘七根。现在各方势力基本都归到我的手里，是实施惊雷计划的时候了。都不是，我们将可能接触到
应急方案的人分成三组，第一组呢是刘工属下的工程师，这一组人离便桥计划是最近的一批人，是由刘玉娥、韩立东负责调查的。第二组是办公室的人员，这一组是我和小赵负责调查。第三组是档案室的人员，这一组是小孙来负责调查。经过初步的调查，都没有发现这些人有可疑之处。有没有可能漏掉什么人？没有。要说这个铁路局的保密工作做得应该还是不错的。这个计划当时制定的时候，只有这三组人知道，而且只有两份，一份是在档案室的保险柜内，还有一份是在局长的保险柜内。当时我们出兵之后，刘工意识到这个计划有可能要实施，所以就拿出来查看一下，没想到当时生病了，不得已才带回家的。黑板上出现这些人员，我们已经再三调查过了，应该没有问题。那就见了鬼了，敌人是怎么知道的呢？你们三个再去一趟铁路局。是是。可是这几个关键部门的同志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这个结果不出我的意外。问题是，这个消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张局长，您能不能把当天的情况再描述一下？大桥被炸之后啊，我就想到可能要启动应急预案，我就召集几个参与设计的工程师在一起开会。那天啊，我们为是否立刻启动应急方案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有的同志认为先应该集中精力修复大桥，毕竟在冰天雪地里架设便桥便线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后来我发火了，我决定要克服一切困难，要立刻修建便桥。这些工程师他们都是书呆子，就知道在理论上如何如何，可是美国鬼子根本不给我们修建大桥的机会，你一遍修他一遍炸。后来啊，我还是听取了大家的意见，给声名在下的刘工打了个电话。毕竟刘工的经验最丰富，刘工完全支持我的意见。刘工一表态，原来反对的工程师也不反对了。刘工不顾身体有病啊，坚持要来到会场开会。啊，他把他的方案跟这些兄弟单位啊这一汇报，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是吧？可是没想到，这么说，那天在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知道刘工会到这里来。是这样。那这样的话，这个范围就比较小了。那天只有赵工、孙工、王工，还有秘书小钱，这几个人，对吧？可是，这几个人都应该很可靠啊。那三个工程师是直接参与边桥设计的人，那小钱是跟随我多年了，他们都不会有问题。张局长是这样的，不管怎么样呢，这三个人我们还要重新审查一下。你还落了一个人，我，你们应该先从我查起。要按照工作程序来说呢，那天在这个屋的所有人都必须重新审查，给报。刘玉娥同志，我可是1938年就加入组织的老党员。张局长，老党员不愧是老党员，这觉悟啊就是高啊！你看你们两个怎么能跟领导这么说话呢？啊，张局长，您能提出来，先从自我审查开始，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认可和肯定，我们得感谢您，是吧？哦，对对对，张局长是这样的，刚才实在对不住，有您这句话呀，我们后面的工作可能就更好办了。张局长，我这人性子比较急，说话比较直，我没有别的意思，您别往心里去。不用多说，啊，咱们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工作，是不是？哼，我这个人最近有些焦头烂额，我这个臭脾气，别见怪。张局长，嗯，我想问一下您，您平时说话都这么大声吗？啊，怎么了？这我是当兵出身的，这战场上都喊惯了，这，哎，怎么有问题啊？
没什么问题。我在想，可能问题不是出在你们几个中间。俗话说隔墙有耳，我想问一下，您的楼下和隔壁是干什么用的？这隔壁是办公室，楼下是水房，其他那些干什么用？哎，我还真就不太清楚。哎，这样，我把物管科的同志叫来，他们最清楚。好，我们想去看一下。哎，好。慢点。这里就是我们的水房，看一下。哦。这里面是干什么的？啊，这个房间原来我们是放杂物用的，现在好久都没有人用了。你看那门上的锁都已经生锈了。嗯，好，我们自己看看。你先去忙吧。好的，谢谢您啊。不客气。嗯。嚯，真有你的！这锁已经锈坏了。面打扫得一尘不染，这人不但常来，而且还常打扫。我的家人关系很简单。老刘，你来听听。听见了吗？啊，李总，你怎么知道特务是顺着这暖气管偷听的？我以前住哈尔滨的时候，当时我住的是一个俄国人的房子，他们也有这暖气管，楼上楼下都是通的。我记得当时楼下小两口吵架，我楼上听得清清楚楚。行。爬墙根还爬出学问了，有你的。哎，你看我还是说我？不是，哎，问你呢。哎呀，看来问题还真出现在我的身上。张局，您不用太自责了，这个特务啊是无孔不入。您好好想想，都有什么人可能会进入这个房间？哎呀。这可就复杂了。这个楼下那一层是咱们铁路局对外的办公区域啊，铁路局对外的办公啊、服务合作都在这层楼上。哎，无论是局里还是局外的人都可以去啊。那就说明任何人都可以出入这个水房。是这样。只能守株待兔了。
东家，嗯，什么事儿还这么高兴？嗯，我还以为共军有多么大的定力，你看看。前线共军运输瘫痪，朝鲜战场物资紧缺。这大桥一炸，他们没吃没喝了。是啊，你想想，战士没吃没喝没子弹，非要喝美国武器装备精良的军队去打，这不太可笑了？你再看看后方，纸醉金迷呀，有那么多的好吃的，宁可放臭了也不运往前线，腐败呀、啊、腐败，扰乱视听倒是有点意思。不是有意思，那可是太有意思了，这就是攻心之策呀。我在想，欲成天下之大事，须夺天下之人心呐。这就说明人心是关键。大桥被炸，人心惶惶之时，我们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再续上一把火，让他自乱阵营呢？蒙林，你说这算不算是我们惊雷计划攻心战的开始呢？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写传单通知秦彪。不，这么点事情就不要麻烦秦彪了，就让那369去办，别白拿我们的钱不干活。是。谢谢啊。哎，天凉了都喜欢点大爷啊。别管用，那我加点辣椒啊。好，嗯，对，走吧。生意不错啊。自己的兄弟同胞如同草芥，真是让人扼腕。现在美军正在增兵朝鲜，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开始。怎么又打仗？到时我辽东将血流成河，望我辽东父老早日警醒，回头是岸，加入我反攻复国的大业。落款：辽东先遣司令。我们要说、这事儿是真的，昨天在仓库差点开了枪。是呢，别造谣，志愿军哪有打志愿军的？就是贪污。对呀，就是。你们这是嘴吗？这是特务造谣。我们的志愿军在前线流血牺牲，你们还在这里瞎叨叨。散了，都散了，散，都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哎呀，老徐，你这儿也有啊？有。谢谢你了。哎，这帮家伙就跟臭虫似的，你又不把他们全烫死，留下一个都会出来捣乱。东子，你放心，战前我和七三轮的老兄弟给包了，要是再出现一张反动标语，你拿我试问。老徐，谢谢你了，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这抓特务还分你我，你忙去吧。没事，走，咱们去那边看看。走。所有的传单全部接下来了，一共是131张。这些传单分布很广，车站、码头、商场都有。我在想，能一夜之间把这些地方都贴满，这些特务起码出动了得有10组人。我已经安排了民兵还有3轮车夫在全市重点地区进行监控，一旦再有特务出来贴传单，他们就跑不了。这次特务利用车站的事情大肆造谣，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扰乱视听，引起我们内乱。别小看这些传单，破坏力极大，尤其是在
现在大桥刚刚被炸的关键时期，我们只有想尽一切办法，才能够尽快将物资送往前线。来来来，老罗，坐坐坐。哎，罗叔，你不是在朝鲜吗？你怎么回来了？我现在不叫老罗，改老崔了。啊？张局长给我改的，我现在是军代表，专门负责盯着铁路部门，是催粮、催物资、催装备，反正就是一个字儿催。这张局长现在看见我就躲，连名都给我改了。我这趟来呢，就是刚听说江面封冻了，你陪我去看看，这路上能不能走车？哎呀，不着急不着急，你跟我说说前线的事儿。我急呀，我这心里火急火燎的。走，陪我去看看吧。走，先去看看，先去看看，先去看看。我一想，这下可好了，我们把他们都给围住了，我看你们往哪儿跑。可天一亮，我就傻眼了。那美国鬼子拿坦克围成了一个圈儿，他们全躲在里边，是子弹打不着，手榴弹炸不着呀，这给战士们急的。这到嘴的鸭子他就是吃不着啊。我一个连长带着人就冲上去了，那美国鬼子是一顿炮弹，一下子就牺牲了20多个人。我当时气急了，当场就把那个连长给撤了。这连长是咱们四野的老人，那是个端起来机枪就能往敌人阵地里冲的主啊。他当时哭着哀求我说，让我给他一门迫击炮，就要5颗炮弹，他一定要把那帮敌人给端了呀。可是我没有啊，早就打没了。最后我们全团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大摇大摆地溜走了。老郑，我什么时候打过这么窝囊的仗呀？老罗，来，别激动。老郑，你是不知道呀，咱们在国内打仗，那是饭菜有人送，伤了有人抬，可在朝鲜呢，什么也没有啊。咱又听不懂朝鲜话，就身上带的这些干粮弹药，你说这仗怎么打？就这样，我们都算好的，我们穿的是棉服，有些兄弟部队刚从南方调过来，还没来得及换服装的就上前线了，全给冻坏了。现在桥也炸断了，老郑，你知道，这打仗打的就是后勤。所以，我听说军里边要派人到后方来催物资，我马上就报名了。而且我跟同志们已经保证了，如果我罗大军不能把物资及时的送上去，我提头来见。哎呀，老罗啊，我知道为什么站长老躲着你了。就你这暴脾气啊，你恨不得拿枪顶人脑门上，是不是？我急呀！知道你急，人张局长也没闲着呀，好多天没回家了，天天守在大桥工地上呢。哎呀，这大桥要修通了，他需要时间，不是？来，来呀！一会儿啊，咱们俩一块去找张局长，跟他好好商量商量，聊聊，啊，群策群力，咱们想想办法，你说呢？吃饭。哎呀，吃吧。嗯。经过这几天的抢运，在居民的共同努力下，把前线积蓄的物资运过了江，但搞得大家是人快马乏呀。啊，我们人再多，那也比不了火车装的多跑得快吧。是，这是个好消息。今天早晨咱们运送物资的第一辆汽车从冰上过了江，但是虽然我们能组织汽车运输，但那些重型的武器装备没有火车还是运不上去的呀。今天请大家来啊，就是让大家开动脑筋，看看有什么办法尽快把铁路通过江去。
张营长，能我说几句？你说，快说。这要过江，这就得修桥。按照现在咱们修桥的速度，最少要两三个月，而且是在美国飞机不来轰炸的情况下。所以说呢，最好的办法是加一座便桥。老韩师傅啊，这个道理我明白。可是敌人已经掌握了咱们原来修建便桥的地址啊，原来那个地址不能用了，现在要另选地址，那就得重新勘察。现在江面风动啊，那水文情况根本就不清楚，那在时间上就更来不及了。了解鸭绿江的水文特征，那还是原来修大桥的那些人。当年他们为了在这鸭绿江上修这座桥，哎呀，费了很长时间呢。老韩师傅，你说这些都没有用，现在让我们上哪去找他们呀？哎，我想起一个人，哎，他可是当年就修鸭绿江大桥选址的工程师。他叫什么？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大名我不知道，好像是姓卢，是满铁工程师。我还以为他是日本人呢，我还说他那中国话说得真好。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中国人，他媳妇是日本人，他是从日本留学回来就参加了鸭绿江大桥的选址。那太好了呀，老韩师傅，他人现在在哪儿啊？有人说啊，说是跟着他媳妇儿去日本了，但是也有人说是他媳妇儿带着孩子回去了，他自己留下来了。可是谁都没见过。哎，这样，我们请郑处长帮着查一下，只要他人没出国，我们就一定能找到他。东家，咱们这个传单可撒下去了。可是没什么反应啊！我今天跟大宋小德子跑到安东去转了一圈，几乎所有热闹的地方都去过了，根本就没人议论这件事儿。哎呀，我就在想啊，要不咱们让三六九再去发一轮？算了算了，现在公安肯定有防备，你让三六九再去撒传单，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还不得叫公安给抓着啊？这就已经达到目的了。攻心之战，靠几张传单就能完成任务吗？哼，我这个也就是借题发挥一下。哎，那个台湾和老刘联系上没有啊？有回复了，说是正在跟国防部二厅的高层交涉。啊，对了，这件事儿啊惊动了上峰了，局座让咱们稍安勿躁，说是马上就会解决问题。哦，你还真别说，老刘玩的这手是真高明。哎呀，我在想，要想把老刘弄到手里，那我们必须得拿出更大的行动才行。秦阳那里怎么样？啊，已经开始行动。好。他那里才是执行精灵计划的真正开始啊。是啊，大桥被炸，通往前线的生命线是断了，可是鸭绿江已经开始风动了，共军已经开始从风动的江面上对岸运物资了。我知道我知道，靠人单肩扛是打不过美国人的，重武器过不了江，那就说明这场战争是输定了。还有暗杀工程师、炸大桥，公安这面也不知道到底有何反应。啊，看来我真得拜会一下这位老棋友了。
老韩师傅，你把手能够到这儿吗？能啊，能啊，对对，这个穴位啊叫天柱穴啊。如果你要是难受的话呢，自己呢揉一揉按一按，缓解压力啊。是吧？哎呀，那知道啊。给您买了包子啊。好。哎，周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哎，这是我女儿，也是我儿媳妇赵大妮。哎，丹妮儿，这是周先生，啊，是东子的朋友。啊，你好。啊，丹妮儿，啊，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周春山，济民药店的东家，幸会幸会。啊，您好。啊，爸，我给您买的包子您别忘了吃，我今天还是夜班，我先上班去了啊。周先生，又是夜班啊，这丫头。哎，周先生，哎，坐坐坐坐，好好好，坐坐坐。哎呀，还是姑娘好，疼爹，但是啊，就那俩臭小子，人影都见不着一个。是啊是啊。哎，老韩师傅啊，就刚才这叫大妮儿，大妮儿是吧？这怎么又是女儿又是儿媳妇？这怎么论的？这是是我干女儿。哦，我跟他爹是拜把兄弟，死得早。大妮儿跟东子是指腹为婚。你可忘记，这又是女儿又是儿媳妇儿。对呀，对呀，般配，真般配呀。哎，周先生也觉得般配啊？般配，真的般配。那周先生，那得功夫啊，你劝劝东子，那小子轴啊，非要说大妮是他亲妹妹，你说一个姓赵，一个姓韩，你这怎么能是亲妹妹呢？啊，你说大妮这多好的孩子你不要，你说你还想要什么样的呀？是挺般配的。那个韩立东跟这个刘组长是吧，走得也挺近的。周先生，您可别瞎想，他们那是工作。哦，对对 对, 对。你说东子怎么能跟刘组长呢？不成不成。是啊是啊，还是他俩般配啊。那个怎么样，好点没？别说这真是好多了。哎呀，我这偏头疼啊，这疼了不知道有多少年了。哦，那东子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你说老韩师傅，这个时候也不早了，我也该走了。爸，坐会儿。不是，等小韩回来呀，告诉他说来过了，而且呢，让他有时间到我那儿接着下棋。哎，一定一定。对了对了，哎呀，我还给小韩同志呢带了一副棋，留到这儿，围棋，围棋。不，周先生，这东西我不能收，放这儿。我俩喜欢下棋，还有，老韩师傅。有时间呢，你到我济民药店去一趟，我给你开个药方，好好调理一下。哎呀，我这那真是麻烦你了。那我走了，再坐会儿。不坐了，不坐了，下次。哎，你我送送刘布，我送送你，刘布，刘布，再见啊！啊，你慢点走啊。好嘞，那得功夫咱们再聚。哎，好嘞。麻烦人
商君书。同志，吃点宵夜吧。什么事儿让你这么高兴？哎呀，我在想老天爷对我真好啊。哦，孟林，最近一段时间你真的是很辛苦，你也早点好好休息。行，那我先去了。好，好，您也早休息。好。老天爷，保佑我顺利实施惊雷计划。根据我们最近掌握的情况来看，台湾保密局派来的特派员就是先遣军司令，他手底下有两个人，一个是代号吴军师，他原来是保密局辽东站的站长，应该一直潜伏在咱们安东。据描述呢，他是个白胡子老头，但是我们分析那应该是伪装。第二个人代号秦队长，他是台湾派来的特务，擅长行动，安东火车站枪支抢劫就是他带人干的。这两个人应该算是特派员的左膀右臂。还有一个老鬼，这个电台大家都不陌生，可是东北解放之后突然就消失了，潜伏了几年，特派员回来了，又重新开始了工作，所以老鬼应该是特派员的直属电台。根据我们最近的调查可以断定，特派员已经完成了辽沈铁路一带特务的整编，在此基础上组成了所谓的先遣军，这是我们掌握的敌人的第一股势力，还有第二股、第三股。朱队长，你讲。好。如果说敌人的第一股势力是鸣枪，那第二股势力我们就管它叫暗箭。这股势力为美国飞机提供了目标指示，在铁路局窃听了张局长办公室，暗杀了刘工，都是这股势力的所作所为。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这股势力的线索。不过我们认为这有可能是原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力量。哎，第三股势力我来说吧。这第三股势力啊，我们称之为野兽。这股势力很特别，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却是敌我双方都要找到的人。他就是引爆沈安铁路和辽宁大饭店的特务独狼。独狼是伪满时期保安局的情报官，后来投靠了特务头子孙正义。根据他使用的炸药和武器来断定，他的确掌握了日军留下的秘密军火库。这个独狼曾经化名冯家栋，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沈安铁路系统的员工。围绕着咱们沈安铁路，敌人是鸣枪、暗箭还有野兽，一股脑的都出来了。这还只是地面上的威胁，别忘了天上还有美国人的轰炸机呢，我们管它叫苍蝇。这个苍蝇讨厌呢，会扔炸弹的苍蝇就更讨厌了。可是不管怎么说，它是明面上的，它飞过来我们可以打可以轰，但是藏在地面上的敌人就更麻烦了。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尽管我们在前线节节胜利，但是我们的后勤保障却岌岌可危。敌人也看到了我们后勤补给线的脆弱，他们躲在暗地里，随时准备给我们背后来一刀。沈安铁路是大动脉，一旦被毁，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大桥中断了，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冰封的河面运送一些物资，但是没有铁路，我们的重型装备无法送到前线。张局长他们正在积极地抢修大桥，同时也在寻找新的过江方案。我们的任务：一，配合当地驻军民兵，确保沈安铁路的安全；二，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当年修建沈安铁路的工程技术人员，从而确立修建便桥的地址。
第三，主动出击，不管他是鸣枪还是暗箭，都给我砸碎了、撅折了，把那个野兽给我关进笼子。我听明白了吗？明白。卢雨田，原满铁的工程师，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高材生，从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就参加了鸭绿江大桥的勘探工作。日本人投降之后，他的妻儿回了日本，他留下来继续工作。没想到国民党来了，竟然说他是汉奸，他一气之下就辞职了，从此不知下落。但是有人说在安东见过他。抓紧时间找到他。是。是。他是什么时候搬走的？小一本一投降的时候他就搬走了。他搬去哪儿了？哎呀，这可不好说。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卢雨田长什么样子呢？他呀，瘦瘦的，高高的啊。哦，他有个外号叫麻杆。啊，谢谢了。啊，不客气。那下一步怎么办呢？你放心，我是谁啊？安东就这么大的地方，只要这个卢雨田还在安东，我一定能把他找出来。哎，老刘，你睡觉真的保呛水啊？我可试过，一点都不得劲儿。哎呀，我现在也不管用了，我估计啊，可能是环境太安逸造成的。哎，何香兰最近情况怎么样？我早上已经给田总长打过电话了，那边一切正常。还是要多关注点啊。知道。赵大妮儿，哎呀，文远哥，你咋在这儿呢？等你呗。我弄这两张电影票，走啊，看电影去。不是，文远哥，你这些小布尔乔亚的思想都哪儿来的呀？这还看电影，还约会，您弄的倒是还挺浪漫的。你就说你乐不乐意吧。我不乐意。哎，你可别误会啊，咱们这可不是约会。哥哥请妹妹看过电影，怎么了？文远哥，我这人吧就不爱看电影，你要不找东子哥去看呗。我这给你买的电影票，你要是不去，这么贵的电影票，那我可就扔了。哥，哎，太巧了吧！大妮儿，文远，你好。
会觉得自己跟个大老爷们儿一样啊。可他也不想想，这上帝为啥造了男人又造女人啊？这打根儿里就是不一样的，男人就该干男人的事儿，女人就该干女人的活儿。这老母鸡偏得挑着栏杆打鸣儿，这不乱了套了吗？说什么呢？你在说啊？什么老母鸡的？你怎么能这么说别人呢？我又没说他。你要是再说，人家可就动手了。他还会打人啊？那可不，你哥我都怕他。行了，你不跟文远看电影了，那你就先回家吧。行，那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先回去了。对了，邓子哥，你今天早点回家，我给你做炖鱼。行，我知道了，回去吧。哎，哎，丹宁。丹宁，哎，老刘，我这个老母鸡啊，我在家绰号就叫老母鸡，他俩就是跟小鸡仔一样。明白明白，走吧。哎，东子，哎，我再聊两句。行，那你们慢慢聊，我先走了。行，我马上回来，再见啊。哎，我发现你们领导对你态度有变化，好事啊。是吗？啊！哎，什么时候给我和大玲说和呀？文远，你小子，不是我说你，有时候得讲究方式方法，你不能直来直去。是吗？行了，我也得回局里了，你赶紧回去上班吧。哎呦，我上什么班啊？那现在大球没修好，物资运不过去，我那调度室啊，现在就是一摆设。要不过来看电影呢？你说修这鸭绿江大桥这么大的工程量，这上头领导没想修个便桥什么的？这么大的事儿，你问我，我问谁去啊？也是，前一阵不死了一工程师吗？哎，是不是你们分局负责那案子呀？行了，咱工作的事儿今天别说了。嗯，我得赶紧回局里了。嗯，这围巾啊，我办案子带不了。你平时上班你能带上，不拿着这合适吗？合适，改天找顺子和大妮我们聚一下，我先走了。好好，谢谢啊。卢雨田儿，没听说过。哎，你们听说过这人吗？人家是上边的工程师，我们是做苦力的，跟人家差好多级呢。哎呀，老天！叔叔您好。爸。哟，你们怎么来了？哎，那个老卢找着没有？还没有呢。啊。爸，我现在打听到一个消息，就是他有一个绰号叫麻杆。小麻杆，那时候大家伙都这么称呼。哎，你们谁见过他？就好喝一口那个麻杆。他就叫卢雨田呐。哎呀，我认识他。怎么，你们见过他吗？有日子没见了，都说他跟着老婆去日本了。不对呀，他没走啊，半年前我还看着他了。以前瘦多了，我还问他，我说你们现在做什么呢？他说在家养病呢。哦，你见过他？我见过他呀。那他住哪儿啊？这个我可没问，我跟他只是酒友，没什么深交。你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什么地方？应该是在横山条那个王记小酒馆。他现在生活的不算太好，要在以前呢，他不会去这种小酒馆的。行，那谢谢你们啊。谢谢了，爸。叔叔，我们先走了啊。我们现在就去了。哎，刚才走过打招呼没有？也没个礼数。老韩，你这说谁呢？哎，那个刘同志长得挺俊的，跟家东着是不是？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啊，去去去，干干活去。二位请喝水。他可好久没来这儿了，
我这里对他来说，就是没辙才来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麻杆可不是一般人，那是有大才的，人家可是去日本留过学的。我亲眼见过那些满铁的日本人，大老远就向他鞠躬。可这人挺好，没架子，就是好点酒，并且好咱们安东的烧酒，说是比日本的酒带劲儿。那他上一次来是什么时候呢？一个月前吧，好像是。我听说他媳妇儿是日本人，他怎么没跟他媳妇儿去日本呢？上次来我问过他，他说咱是中国人，还得在自己的地方活着。他媳妇儿回去也就是看看父母，到时候还回来，谁知道真的假的？那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这个不知道，不过应该住的不会太远。你怎么知道？上次他来的时候手里拎了块肉，我这后边就是集市，他肯定就是在集市买的肉。我们这几条街的邻居都是在这里买菜买肉的，所以我觉得他住的不会太远。行，那谢谢您了。还得麻烦您帮我们看着点儿，如果下次他来的时候把他留住了，马上通知我们。行，没问题，谢谢。咱们明天一早就去集市，肯定能找着的。我正找你们呢，处长让你赶紧过去，有情况。走。张处长送来的，一个瘦瘦的男人送到了传达室。瘦瘦的男人，麻杆啊？什么麻杆？麻杆就是卢雨田的绰号。而且卢雨田没有去日本，一直在安东。那就是说，这张图的可信度很高。那张局长怎么看这张图？局里的工程师正在研究，初步认定这张图非常有价值。你们两个赶快去找卢雨田，如果这个送图的人真是他，那就太好了。是。王老板说的应该就是这儿了。这个老板倒是挺省事儿的，换个酒幌子就完了，连门口的装修都不换。你知道这儿？这可是大名鼎鼎的东京窝，老板是从东京来的，当时满铁的高官经常来这儿。进去看看吧。这日本酒啊，入口绵软，香甜可口，就像一个绵绵软软的女人，哎，软香的玉，让我来。可是不能多，这要是多了，那准趴下不可。你呀，你是最明白的。这样吧，你给我讲讲咱们安东的老窖怎么样？那可不一样，那可是敞亮的爷们儿啊，那一口酒下去，那像火炭一样，从头啊暖到脚底。我看出来了，你在这方面绝对是行家。这位先生说的没错，咱们安东的烧酒就是应该热着喝，就像咱们东北的爷们儿，热腾腾火辣辣，活得有血性。这日本的清酒呢，确实温婉如玉，就像少女一样，外表冰冷，内心火热。老板，麻烦您将这壶酒拿到后厨放一分钟再端进来。为什么把我的酒拿到后厨啊？